看看它馅多好，多实惠。嗯呐，我一瞅这粉条肉啥的，哎呀妈，真好。好好洗，多洗两遍。茄子晒10分钟，一袋紫薯自发粉，温水和面，和好了小半小时。锅里倒点油，抖香盐、熟酱，少搁点就行。酱油、老抽、蚝油、多搁点花椒面。提前煮熟的粉条子，炒好的肉馅，葱姜，茄子肉馅本身就有咸淡味，别的啥不用搁的。这面可发好了，吸水的，中间来一半，拧一下。这丝蒜皮儿绿色呀，真好吃。绿色馅儿真好，嗯。那干的没理。这把葱先凉快。很感的会，嗯，刷刷的感的。再蒸熟的成型，看够不？蒸半个小时。好的，出锅。现在挺香烟的，真香，咋不香呢？这个肉，看看它馅多好，多实惠。嗯呐，我一瞅这粉条肉啥的，哎呀妈，真好，哎，真好。
裤子快点擦，没笔的啊。